伤病是个性的延伸，是习性的使然，那只有改往修来，以开阔的心胸接受帮助，请求协助。当你生命碰到重大转折的时候，其实怨天尤人无济于事，只有面对，欢喜接受。那我生病了，我的朋友鼓励我，癌症不是病，癌症不是绝症，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回到一个最简单的环境，重新品味生活，显示生命。因为我现在不能出去，当下我就是拿起画笔跟兔袜子，我开始画吧。在我画图的过程中，我就在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回去看我的原始点，镜子瓷器的原始点。其实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找回那个出发心，是因为上人的一念悲心的感召，所以我们来瓷器。2005年以后，我当全职志工，其实我觉得护士是最大的收获。在我们这志工的当中，其实你在不断的学习跟成长，对主核心跟护腿，你的跟队长吼，要有很好的联系吼。一切为心造嘛，心在哪里？那是不是今生也趁着这个机会，把咱这个习气改掉？你那改你的个性，改你习气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因为我。